全球首间机场入面的冇名咖啡位于芬兰赫尔辛基曼塔机场入面，咖啡的位置就在40号闸口附近。赫尔辛基曼塔机场是不少人的中转站，闸口超多，不过通常回香港的登机闸口都是50几号，基本上都会经过冇名咖啡的，所以都不算难找的。冇名咖啡主题以柔和色调为主，望落好舒服，不少得有冇名、史力奇、阿美等等的角色公仔做装饰，绿色的座位令人想起冇名的森林，相当治愈。还有小朋友专用的座位，够 mini 又可爱。三文治、窝夫、雪糕等的小食外形不算吸引，但是作为上机前芬兰最后的打卡咖啡都算不错啦。不帮衬堂食，一样可以买到有冇名麦头的小食做手信㗎。